行政院国文蔡昌雄来订正布袋龙江溪排水系统过路啊大排无名桥三花堤防超过600公尺，需要办理地理计划。立委蔡依瑜马上邀集中央水利署、第五河川局、布袋镇公所和县府水利处共同来现场讨论解决的方式。咱今仔吼来迄个新闻看这个龙江溪吼，啊新闻排水这段还有进程吼，差不多拢做一半啦，啊所以叫做差不多。400米左右吼，啊，咱希望讲即届吼，啊，咱用一个前瞻的一个预算，啊，一段时间保起来，吼，啊，等下后壁吼，啊，就陆陆续续再来延伸过吼，啊，再等下再来清除。啊，毋过即马因为即段吼，即马拄着吼满流吼啊，风大的时阵，即段水拢会泼出来，所以咱遮也是来注意。经过立委蔡依瑜会勘了后，改善工程会列入流中计划107年度紧急的工程，每年得当实施来作业，改善民众的生活环境。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